会表演的组都白进了，是不是？我会，就是好比，哎，你想想，喝醉了，前年是怎么把七队所有人都喝醉的？不能拿这个找时间啊！啊，正常点，正常点、啊，气死我了！下班了，哎呀，哎，这差不多啊。我有那么恶心吗？我，哎，刚下班你，行了，你那边吐，吐干净你再过来。有完没完呀？咱喝多了就状态。你会演戏吗？我会，没有这么演的啊！不是没有演，没有这么演的。你知道我现在真的找不好这个喝醉的状态，我现在怕喝酒。怎么呢？我跟你说，我过年的时候啊，不知道各位看，我去岳云鹏家了，给他拜年。我刷着过那个视频，结果人家就喝了好多酒，结果他用那两个徒弟啊，你知道吗？两个徒弟我喝多酒是光光给我跪地磕头拜年啊！哎，我那红包转的，我的手机都没电了。这得转出多少钱呢？从那之后我就再也不喝酒了。不是，然后我就怕我实在没有太多钱给，不，所以一时半会儿我就找不着喝醉这个状态了。不是，你容我两天，我缓缓。两天呀，回北京了咱就。我缓缓，我找找状态。你说的太不是，您说的不对，我没说非得让你演那个醉酒的状态。醉汉吗？啊，对，演技在，演什么都一样。那你要觉得这个醉汉您来不了，那咱俩换角色。换什么？我，你来女的，我来醉汉。早聊啊，行吗？行啊，我醉汉演不了，是因为什么？我心里有余悸，知道吗？什么余悸？心有余悸啊！哦，知道吗？小姑娘才行啊，女孩可以。你就看我这演技行不行？就看您了，行不行？来，换角色了啊！下班了。你好啊，美女！滚一边去，踢死你！滚！这干什么？不，您这是女孩啊，还是泼妇啊？您这个泼妇，天天喝，天天喝，就知道喝，一天天家家不回，还不管，什么都不管，就是喝，喝死你就完了，找那帮狐朋狗友的，就喝着吧，喝着。不是，哎，你回来，哎，回来，行了，回来，不是，你是不是把嫂子对你说的话你都告诉我了？女士，你先过来，状态对吧？您这状态是对，但是您这有点用力过猛了，稍微温柔点儿，是吗？啊，对，温柔点儿、哦，温柔的下班。对，温柔点儿，温柔点儿，温柔点儿，这谁受不了？哟，小女孩，交个朋友啊！滚一边去！我想踢死你，这俩有区别吗？这俩有区别吗？您行不行啊？您这个，你让我温柔点，我够温柔了。你温柔，您这不是词儿没变，不还一样吗？这不，这你不让我自由发挥吗？是，咱这纯是即兴的。那这么着，当着怪我启发你，行不行？你说，其实很简单，就四个步骤，把这四个步骤演出来就 OK 了。心理活动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听见。头一步啊，害怕啊，害怕，拒绝，挣扎。求救就四步，很简单呀。什么意思呢？我白说了，我不是。好比说呢，我看见你之后啊，我拦住你，我说，交个朋友。这会儿你害怕了，你得有心理活动，得加上动作。哎，别着急。完了，我说咱喝一杯呀，你就拒绝，马上转身要走，我就拉住你，我不让你走，你就疯狂的挣扎，最后求救，把人喊来。完了，你这么说你明白了，很简单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放心，咱再来一回，再来一回，来，我的天哪！下班了，哎呦，姑娘，交个朋友啊！害怕，害怕，干什么？咱们喝一杯吧。拒绝。你别过来，你别说、啊。不挺好吗？您这是演戏吗？
有你这么演的吗？你这太费演员了，您这个害怕拒绝挣扎，我都演求救，我还没演呢，来不了了，快来救救他！你不适合你，救救谁呀、啊？救救谁呀、啊？不是救救你吗？这就不用救救我，不用救。我以为救救你，你不用救，玩命来，这不行，这我不行，我不考虑了，我换演员。你别换，啊、我换郭郭麒麟，你别换，我换郭，我你逗，你再给我一个机会。你只适合你考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龙龙，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，我真的需要一个机会，我觉得我是个人才，我可以胜任这个，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，最后一个机会，就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给吗？不给也得这么演，谢谢你们。好好好，那行，这么着啊，最后一个机会，演得好咱就来，演不好鞠躬下台。咱一块儿来，别一块儿，别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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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你自个儿演，他自个儿演，自个儿打自个儿、啊。没有打的戏，我跟你说情节，你自个儿演，完全看你个人的演技。哦，你说一个情节，我来演，行吗？我自个儿来，行吗？没问题，就看你自个儿了。你说吧，我得离你远一点，我得，太吓人了。你说吧，来吧，我设定一个情节啊，我自个儿演啊。好比说，你媳妇儿正在医院的产房生孩子，啊，不是你生，不是你媳妇儿，我没说完呢。哦，我以为让我演我媳妇儿。你太着急。好比说，在你媳妇儿在医院的产房里生孩子，好，你作为一个丈夫，非常焦急的等待。哎呀，怎么还不生啊？哎呀，什么？一个小时，两个小时，三个小时。突然，产房里传来了消息，生了，把孩子抱出来。哎呀，女孩，看错了，是个男孩。哦，是个男孩他也喜欢啊，是个大胖小子，长得可爱啊，像岳云鹏。说错了，不像岳云鹏，像孙悦。大象大象，你的鼻子那么非常的可爱，爸爸这个爱呀，虎头虎脑，大胖小子，足足有一斤三两。啊，我说错了，是21斤3两。哎呀，这时候产房里边又传来了一个消息，又生了，啊，抱过来，哟，双胞胎，还是龙凤胎，高兴啊，哎，又生了，三胞胎，我，四胞胎，五胞胎，六胞胎，七胞胎。八胞胎，九胞胎，十，你怎么不演了？这不用演了啊，这不是我媳妇生孩子，那这是隔壁母猪下崽呢。去你的吧！